的。啊，来了！嗯，够了。你是闭眼狐狸吗？真的。它是黑皮蛇。你什么意思？黑珍珠来往这儿走来。红毯结束回来的我，我们来看一下厦门的攻略。有两封信，上飞机前有收到一封，然后说如果一不小心弄丢了它，我们下飞机还有一个指南。哎，你看，真的。那这个到底是上飞机前的还是下飞机前的？不知道，我们都来看一下。姐姐好久不见呀，今天赶场辛苦了呀，好好休息。这次活动结束后，如果有时间可以去吃一些特色菜。玉包王的玉包，石河丽江母鸭和莲欢海蛎煎。对了，有一家芋泥奶冻卷很好吃，店名叫做丹香烘焙馆，人很多，要排队，去晚了还没有。那我应该是排不了了。让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我们这个厦门的攻略怎么样。厦门的逛吃攻略 for 飞，首先热烈欢迎海南推广大使王菲菲女士来到厦门。虽然不晓得您待几天，为了感谢海南市市花之前提供的非常全面靠谱的海口攻略，厦门的朋友也给你准备了攻略。话不多说，看字儿，吃闽河南。哎，北京有一家闽中闽，很好吃，店铺在万象城，很有厦门特色，口味是偏甜的。这个写得很好，推荐指数四颗星，性价比比较高，人均不过百。四里沙茶推荐五颗星，我的妈呀，这么高。上午7点到晚上8点半可外卖，8点半就关门啦，这么快。然后东山海鲜推荐3颗星，店内环境一般，但口感很棒。5-6个人点2个大份，200块钱左右加米饭就能吃饱。我觉得一个海南人就是回海口也可以吃海鲜，所以这个对我的诱惑度还好。海钓船推荐指数4颗星，豪香里脊，没记错的话一串3块钱，好带一块肉。奶茶比较有厦门特色的叫 Seven Boss， 吃茶3000。土笋冻，这个我还蛮感兴趣，什么叫土笋冻？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笋，什么藕带啊，什么萝卜干啊，就那种脆的这种东西，看个人喜欢，到处都有，差别不大，可以买 mini 的，一口一个。逛的怎么还吞口？对，看饿了吗？念饿了。海滩虽然名店多了，但如果住在会展中心附近的话，去边上的海走走，我已经感受过了，那一块礁石我已经被晒得不行了。沙坡尾比起鼓浪屿好逛很多，很多创意的小店，算是网红婚纱拍照地，非常适合拍胶片感，这里不错，我有时间我会去的。这个叫什么 Cello， 个人觉得蛋糕好吃，饮料一般，还有点贵。巴士就是厦门的第8菜市场，但我也是很喜欢逛菜市场的，每次回去我都会跟老爸老妈，就是最喜欢去菜市场，最喜欢去买当地农民就是自己种的啊，或者挖到的那个笋啊什么的，自己腌的东西，然后推一个小车车，或挂2个篮子，我就喜欢买那种，就是非常的原生农家菜的那种感觉。哎，这个可以，我觉得厦门人给大家推荐的鼓浪屿是2颗星，本地人不太推荐，但是很多人去的地方也要写一下，就跟很多想去鼓浪屿，就比如说爷爷，如果你要去的话，就去东渡码头坐船，推荐小马哥 cheese 马铃薯，隔壁的土耳其冰淇淋有一点贵。没有特别想吃就别买了，我觉得这个全世界肉还好吧。在隔壁的福州鱼丸很正宗，和超市买回去的，福州鱼丸很正宗，但和超市买回去的味道差不多。那你为什么要推荐给我？我这样很地道，非常 local 的那种。 OK， 祝工作顺利，玩得开心，爱你。哦，好棒，好贴心哦。我觉得啊，闽河南我还蛮那个什么的，这个我很想。四里沙茶就是你越说哪里都搜不到的，我就越想去。这个奶茶比较有厦门特色的，这两家挺想尝一下的。然后呢，我还想去这个沙坡尾。好，把这3个地方圈起来，感谢我们的粉丝，感谢我的排骨，虽然我已经不是瘦成一颗排骨了，我是一颗肥的里脊肉。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，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家牌子叫什么，对，是丁清淮特意给我送来的甜品。因为去年录的鲜厨，然后呢里面有一个
做甜点非常非常好吃的我们的丁清淮小哥哥，因为他一直在厦门嘛，好几次想说什么时候能去厦门就能吃到他做的甜品，因为他在这个节目上面就做过好像是一次甜品给大家，之后他就一直都在做料理，我们就说他做甜品特别特别的好吃，他说有机会姐你要来厦门的话一定要跟我说，然后终于2022年的这个秋天来到了厦门，然后呢我就立马厚颜无耻的发信息跟他说我来厦门了，你在厦门吗？他说我在的呀，然后就说我特别特别想吃你的甜品，我说能不能去你店里，然后你店在哪里，他说啊我们都是做那个就什么合作啊，自己不开店的，然后他说你在哪里我给你送，其实我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是还是厚着脸皮，因为真的太想吃了，其实已经下午就已经送来了，但是我就是下午走红毯什么的，等我刚刚回来，然后正好就把蛋糕拿回来了，哇来了，给大家看一下有什么东西，他真的给了好多好多，这个也打开，我的天这太多了吧，他是在选品吗？我就说你给我搞个3-4块小蛋糕，就小小的给我吃就行了，5个蛋糕怎么吃得完呀，真的蛋糕太贵，他有贴心的给大家准备消毒湿巾还有餐具包，来我们先打开大的吧，哦哇点点好美哦，天这个星空开盲盒的小王，哇这个可以，哇好好看，好高级啊，这太高级了吧，这4个你最想先吃哪一个，每一个都想吃，那我们先尝这个吧，好吧，这也是硬的耶，把整个蛋糕都要翘起来，只剩一个很好，哎啊尝一口好吃吗，很难，这个很难切的，好美丽啊，嗯，很好吃吗？好吃啊！自己拿，人家一个好好的法式糕点被我们切的稀碎。最后一块是我的，我来尝一下。这个切面3层，我天！哇，好好吃啊！我跟饿鬼投胎一样。就它的蛋糕都不是那种很甜很甜的，而且它的口感非常的丰富，层次非常的多，有点酸酸的，然后呢它又有奶油的香味，但是它又不腻，吃到最后是有浑厚的这个芝麻的味道就充斥在你的嘴里面，就芝麻爆炸，这就是下面一个黑芝麻贼好吃，我的妈呀真的太好吃了，好了，刚刚美味的蛋糕也吃完了，然后我们的饭也吃完了，姜母鸭，然后还有面线糊，但是我觉得他们饭怎么会做的这么硬，我明天再多尝几家看一下是不是南方的米会稍微硬一点点的，今天非常非常的累，我7点多就起来了，一直忙活到现在，我现在2个眼睛都快睁不开了，好我现在准备去卸妆洗澡了，然后这个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卸妆膏，我自己突然忘了，那天我们团队人都来我的房间用了这个卸妆膏，然后说这什么卸妆膏啊，我说我也不知道它全名叫什么，我一直都叫它 PF， 我觉得特别好用，你看他们都抠剩这么多了，巨好用，眼妆也卸得比较的干净，因为我们就是经常会涂什么眼睫毛啊画下眼线啊这种的话，它就会还是得先用眼部的卸妆液，眼部卸妆液反正我之前是一直用的，这是 Skin Food 的，这是我会带的，因为我来厦门出差几天我就带的东西，然后依旧是我的什么过敏药啊，然后快用完的牙膏啊，洗面奶啊，还是这支没用完的，然后依旧是我的这个就因为出门我就一直带着的，然后呢这是我新带的这个眼霜，这个面霜，这个才是眼霜，我觉得他们家眼霜还蛮有意思的，有两头哦，你看两头，有一头是 day， 有一头是 night， 就是白天黑夜。最近我在试，如果好用的话分享给大家。然后接着就是 Temple Spa 的，用了一半多，很好用，它很舒服，这个香味是很浓郁的薰衣草的味道，就你抹完了以后，你就会觉得天哪，我裹在被子里，我扑扑的香味都是这个薰衣草的。但就是因为很多人不太喜欢涂身体油，因为我是自己身体乳啊身体油我都会抹，我觉得有一点我可能会有安全感，就觉得它更加的滋润补水，这个的话就比如说再干燥一点我会用它，像硬的身体乳我之前有跟大家有分享过很多次了，然后他们家有这个银色的和白色瓶子的，它是身体喷雾，你看它喷出来是这种水状的，看到没，就奶油质地的，
就是我想快速的去解决我擦身体乳的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就会用印这个。他们家是真的我觉得很好用啊，因为特别的轻薄，它能够做到介于水和乳液 cream 之间的这个质地，然后呢同时又能做到非常的保湿和锁水，最重要的是它非常的方便，四个八拍，有人说它两个八拍就搞定了，我说天哪，那也是喷得太快了吧。然后我有时候不敢喷，我就会地上铺一个那个毯子，或者我就刚洗完澡我就在里面就直接喷完出来了，就有懒的时候或者早上我要化妆之前我要去洗澡的时候我来不及，我就直接用这个印的身体喷雾，非常非常的好用实用。这是那个益生元私处护理，还有做仪器的什么凝胶欧科科，一会见，一会见，一会还见吗？反正先拜拜，我一会见就再 hello。 好了，真的要去洗澡睡觉了，晚安喽。巨搞笑，特别好笑，我又开机跟大家说一下，因为我们这个酒店它有一个特别的设计，给大家参观一下，这有个圆形的浴缸，然后呢你看啊，咱们来 follow me， 推开门，欢迎来到我的淋浴间。竹林当中洗澡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一件事情。 Oh my god， 上面是天，下面是地，中间是洗澡的人，真的是野澡。你看这个大理石还有鹅卵石，然后我刚刚想说哎，我们要试一下，他说冷不死你，我真的要洗澡了。 Goodbye。